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宅家美食健康吃，我是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宋琼宏老师。各位老师，陈老师哈，好，今天为各位来介绍一道非常好吃而且又健康的料理，叫做蛤蜊蒸烧麦。食材有什么？虾仁、绞肉、蛤蜊，还有丝瓜，还有芹菜、中芹菜、姜。这个丝瓜呢，可以用我们台湾的丝瓜，本土的丝瓜，不一定要用到澎湖丝瓜，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。那个我们的食材准备好以后呢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切来姜。姜哈配在这个蛤蜊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搭的哈，它们两个非常搭。那我们切什么？切末哈，我们可以切细末。我们这个姜呢，可以用中姜或者嫩姜都可以哈。这个就是切细末了，因为待会我们要拌在肉里面哈，太大块的话也不方便。OK， 好，我们切细末哈，放起来 ，OK， 好，放起来，好。那再来就是丝瓜呢，一定要去皮，但是我们皮呢不需要去到很深哈，薄薄的就可以哈，第一层皮就好了哈。老师，那如果是我们一般普通的那个丝瓜，也是类似这样的处理方式吗？对对对，丝瓜一定都要去皮，去薄薄的皮就好了哈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，我们再把它切片。切大约 0.3 公分的厚度哈，0.3 公分的厚度，假如我们用台湾的一般的台湾的丝瓜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先对切哈，对半切，切成半月形，半月形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切芹菜末哈。芹菜啊，我们也是取它的香气呢，所以呢，使用的量不需要太多啊，所以我们大概有两根三根。但没有芹菜末的话呢，当然你用一点点的香菜也可以代替哈，香菜也可以代替哈。OK， 再来，我们就处理我们的蛤蜊啊，蛤蜊就不需要吐沙，好，不需要吐沙。我们买来的时候呢，记得敲一敲，只要声音呢是那种的扎实的，它代表这个蛤蜊是新鲜的啊。只要敲起来是好像是空心的，好像这个，你看这比较结实的，那就代表这个蛤蜊是活的哦。那我们这个不需要吐沙，我们要把它先切开来，我们用冲洗的方式哈，刀子呢用拇指哈顶在这个左手哈，这样切下去哈，它边边呢有一条筋哈，拨开来哈，这样拨开来就可以了哈，好，这样就搬开来了。这样就很轻易的搬开来哈，好，搬开来，不要搬得太大哈，这样好，我们一颗，这样子它就搬开来了哈，这样子有一个好处，你可以检查它有没有坏掉。第二个呢，当你冲洗那个内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完全的把那个沙都洗得干干净净哈，所以避免吃到有臭掉有沙的哈。尤其夏天的时候，你买这个蛤蜊的话呢，一下保存不好的话，就很容易臭掉哈。好，切完以后呢，通通把它剥开以后呢，你就拿到水槽里面去，直接装水，一个一个冲洗起来，而且检查一下哈，每一个这样冲洗起来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蛤蜊的处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虾仁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自己买虾子来剥哈，你自己买虾子来剥。好，那剥虾子很简单哦，我们从头这个地方搬开来哈，这个我们虾头可以留起来熬高汤哦，留高汤熬虾壳哈，捏一下就剥开来哈。虾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给它去肠泥，肠泥的时候你可以开背哈。像开背哈，好，开背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放在水槽里面直接冲洗哈，直接这样洗就比较快了哈。把这个肠泥洗干净呢，我们把它切断哈。
切成樱桃这样。检查一下肠泥有没有去干净哈。好，这样我们的食材就处理了。那绞肉呢，我们可以买现成的绞肉就好了。我们的馅料都准备好，也切好了以后呢，我们也检查过我们的蛤蜊，好，都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拌我们的馅料。好，首先我们把肉好放进来。好， OK， 好，再虾仁一起放进来。好，虾仁放进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调味料咯。好，这个呢我们就不要放的味道太重，不要太咸呢，我们这盐巴呢用最小匙的三分之一匙就好了。好，记得这个呢盐巴就不要太重，盐巴不要太重。好，好，我们放一点点的糖，糖可以稍微多一点点。再来胡椒粉，再来我们的香菇粉，这个是自磨的香菇粉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烹大师来代替。再来太白粉，太白粉。好，我们的调味料呢的香油待会再放，现在我们用手好去把它搅拌，搅拌。好，我们顺时钟去搅拌，顺时钟去搅拌。当产生一点点粘性之后呢，产生一点粘性的话，你把它摔一摔，拿起来用摔一摔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我们吃起来这个口感会比较 Q 弹，会比较 Q 弹。好， Q 弹。好，这样拿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不会掉下来。最起码要这个。好。告诉各位，各位观众，要我们的绞肉买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给它冰过，一定要给它冰过，比较好摔打，比较好搅拌。好，你看这样子，又有粘性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芹菜末，芹菜末放进来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姜末，把它放进来。姜末放进来，这两个都有提鲜的效果。这个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香油倒进来。香油大概一小匙就好了，我们拌一拌。这样你就可以闻到芹菜的清香了。淡淡的芹菜的味道。好，我们的馅料就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。我们的馅料做好了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蛤蜊，打开来的蛤蜊，我们把它肉酿进去。我们可以拿一个小汤匙，这样子把它拨进去，拨进去，这样塞进去，塞进去。 OK， 好，当然塞越扎实越好，越扎实越好。因为我们今天做的量呢跟这个蛤蜊，我们是刚好配对，所以呢我们先把它放啊，因为这个你可以放多一点点肉，可以放少一点点肉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这样子，待会不足的地方我们再补到它够，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好，来我们就直接直接酿进去。 OK， 好，把它压扎实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们全部酿完了，你看看有没有大小一致啊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可以 做最后一个整理，这样子把它稍微压紧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找一个盘子，放到这个盘子里面。我们待会直接用这个盘子去蒸。各位看，好，这摆好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摆丝瓜。丝瓜我们可以把它围边，我们可以重叠的方式这样围边。好，那我们丝瓜跟蛤蜊排起来是这个样子，生的时候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家里假如有电锅，我们可以用电锅蒸，但是你要先试一下你的盘子能不能进去。假如没有电锅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炒菜锅啊或者蒸笼来蒸。那电锅蒸的时候比较特殊，就是你要先把水预热，因为我们这个蛤蜊烧麦呢，最好是在越短的时间内熟成，它是越好吃。所以我先放了一杯水，
你看，我先给它预热了，预热了，开了以后呢，你先把它关了，关了，先把盖子打开来，所以它里面是滚的状态之下，你赶快把它放进去，赶快把它放进去。好，放进去以后呢，好，那你再把它，好，放进去以后呢，你再把它盖起来，马上开，好，这样子，这样计时七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在蒸笼蒸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先把水预热。哦，水开了，我们再把它放进去，一样是七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以后呢，我们立即把这个电源关掉。关掉以后呢，你就直接开锅，不用去焖。好，焖着，好，打开了以后呢，你可以撒一点点葱花下去。哦，这样葱花下去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点缀，或者辣椒末也可以哈，这样会看起来比较。那我们就直接起锅了哈，直接起锅啊，直接上桌。好，直接上桌。好，这样丝瓜也刚刚好熟哈、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的魏子晴营养师。这次的料理示范是蛤蜊蒸烧麦，它选用的食材有绞肉、虾仁、蛤蜊等软质食材，那质地软嫩好咀嚼，非常适合长者食用哦。而且海鲜类的食材脂肪含量比较低，那它拥有低热量、高蛋白、低脂肪的营养特质，那又富含有钾、铁、锌、镁以及维生素 B12、烟碱酸等营养素，那不只适合长者，其实各个年龄层都非常适合吃哦。另外，虾仁、蛤蜊也是鲜味十足的食材，用使用了天然新香料姜丝、蔬菜类丝瓜等食材辅佐，味道清淡鲜美，是一道同时兼顾和味蕾的海鲜佳肴哦。